那你在飞机上会干嘛？睡觉、上厕所、看电影、吃东西。那跟美国的球员对打，有准备要怎么样证明自己？拿到球就不要传回去就对了。这很重要，跟美国队友打球，你球传出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对哦，先丢一下操作。那这次去美国有最想做什么？让自己变得更好，然后可以看到更多球员有这样的风格，然后也可以去学习，对吧？因为每个球员的身体素质都很猛。等你扣他们哦。等我。我们现在要去哪？我要去拉斯维加斯。那我们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做这个转机。对，我们的重点是要去转机吧。看什么？那个高功能，高功能。好啊，那我决定了，我们每天选一个最差的一个上去掉。我当最差的。你确定？你不要到上面给我软脚呢。上去玩。你说的哦。上去玩云霄飞车。你确定吗？我怎么可能？我帮你取。928。十八空，台北。Oh, thank you. Thank you guys. 好了，早点休息，明天要练球。OK， 明天练球。拜拜。吓死他们。拜拜。好了，晚安。